9月21日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，有记者就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有关俄乌局势的言论提问，汪文斌表示，对于乌克兰危机，中方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我们呼吁有关方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停火止战，尽快找到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办法，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为此创造条件和空间。